有人指骂委员可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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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得啊，要讲大啊，有人用粗口指骂他死啊，你不用做戏啊，有人掟水樽，扰攘完一轮之后，逐一被保安员抬走。黄英文攞咗议员席嘅玻璃杯掟咗出去。有人举起标语，亦都有人叫口号。我而家讲多声狗官，养你呢班咁嘅狗官。